看一下二消的话，二消打这个应该蛮简单的，十五颗应该蛮简单的。还差七颗，差三颗。好，这边的话，我们一波带走，开一只艾尔扎。接下来呢，下一关是不能消暗的嘛？哈勃三回合，所以要再等一下。先打死一只，好，打死一只，干，开龙科，还好龙科已经跳起来了，直接一个延迟，哎、欸、干，哎、欸、哎，对、欸、啊，他是不是已经天降消掉了？是不是已经消满了？傻眼！不是啊，我才开了龙科，你才给我天降新珠，我真的傻眼，真的傻眼啊！这边先不要开梅比斯哈，这边先开，啊，这边不用开，这边就直接正常打就好了。库拉皮卡也不用开，好了。水星光都二消，刚刚忘记新珠是二消了。好，这边呢，开启我们的，好，然后这边的话开艾尔莎，这一颗是光珠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哇，伤害非常高啊！各位观众，就是这样子。哎、欸，傻眼！我真的傻眼，没天降。天降，天降！
可以。用元兽过了，恭喜恭喜。好，现在变成傻眼布比，不是傻眼猫咪了，是不是？傻眼布比是什么鬼？好，来个破防哈。天幕柏林，好，天幕柏林，天幕柏林。我现在叫什么保龄球啊？哎、欸！哇、哦！不要害我啊！吓死我啦！什么鬼东西啊？哇，库拉皮卡真的屌！哎、欸，库拉皮卡真的屌，他真的屌！哎、欸，我真的不多说了啦，这队伍太强了，没什么好讲的。那我现在再讲一下哦，你没抽到迪迦就会跟没抽到那个库拉皮卡一样的感觉哈，还原版面神好用啊！所以建议大家还是抽一下迪迦神族库拉皮卡，你敢嘴？你敢质疑吗？啊，过了，随便打，随便过啊，第一次就过啊。今天应该不会玩太天堂了，因为我明天早上要去参加 Google， YT 的活动。早上九点半就要去了，因为今天本来要去的，但是因为台风，所以延到明天，变成明天早上要去了。